悔的，2年前才跟他来这里的，所以。打算成人之为吗？哼，人类就是这种自私的生物，每当利益关头，除了自己之外，什么都抛诸脑后。熊熊好可爱哦，我想要这个。不中。又没有中了。真的吗？好吧。加油哦，第二瓶回来，知道吗？说的也是，那我们走吧。Thank you.